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郭德纲、于谦、高峰。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我，哎，谢谢谢谢啊！我听见了啊，谢谢，哎，兄弟，听见了，听见了啊！谢谢谢谢谢谢谢，很有组织能力，就他没喊，哎，说相声到这份上，我觉得就可以了啊，哎，真是这样。何以为报，真是的。嗯，我是昨天来这儿演出的。1月17号我们来的。那么现在呢？现在1月18号。啊，过一天了。演了两天了。是了。优酷呢，夜里12点开始上线。啊，我们还没演完，他上线了。正追着我们呢，他现在是追着我们在播啊！对对对，我们现在嘎噔一停，那他就傻了。哎呀，这比跨年还热闹，几点了这会儿啊？嗯，7点半。好，回见吧。这走不像话，真给人搁着。还真行啊！啊，你看，起满坐满。对啊，几乎没有什么，除了那个。就不听话的那个哈，走了一个半个，你看刚说完站起俩来，你看他叫人去了。哎，好家伙，别叫了，坐不开了。嗯，谢谢吧。嗯，每年都有这么一天。是啊，今年跟往天啊两天啊。嗯，去年也干过12点了吗？当然，差不多吧。也是哈。嗯，以后不能给这么多。啊，谢谢各位吧。哎，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哎，相声界比郭德纲强了，比德云社强了，有的是。有，一定有。你们就不要给我得罪人了。到我这个岁数，其实什么都不重要了啊！真的，我怎么都这个岁数了？我，哎，一晃的，我来的时候46，这会儿47了。这就2年了，真的。哎呀，时光荏苒，岁月穿梭呀！啊，真是这样，太快！我7岁学相声，到现在，我学艺40年了啊，老先生了，好感慨，嗯，好感慨。但是我的成绩没有他们大。哎呀，您这怎么说的呢？观众给你们都编了顺口溜，知道吗？哎，还有顺口溜呢。呵，听于谦，不长班。哦，有美容效果。你瞧我这粉丝都是什么粉丝？那是啊啊，信高峰得永生，哼，还是这好。相声就听岳云鹏得了痔疮也不疼，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啊，精神转移法。嗯，卖了窗户门，听听郭麒麟。哦哦，卖了爹和娘，听听孟鹤堂。嚯！真下本啊，都是热心观众给编的。哪个热心观众啊？就我们自个儿编的。自个儿编的，你只要一听艺人啊，什么什么什么，听听谁谁谁，那都是自个儿编的。哦，你想啊，谁有那闲心给你编这个？还真是啊，不就自个儿编吗？还有那个最著名的一句话啊，南翔北狼。啊，还这是什么叫南翔？南边阎鹤祥，北边杨九郎。哦，南翔北狼啊。不，这是哪儿来的？按地域南北这么分？不不，那会儿他们俩在德云社学习的时候，一个宿舍，一个睡南边那炕，一个睡北边那炕。嗨，哎，反正你要一听艺术界南什么北什么，就基本上都是诈骗。嗨啊，一说一乐，什么重要？观众最重要。哎，那倒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我们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了。谢谢各位。回头看看去年，最高兴的就是于老师。怎么我高兴？得影帝了！哎，谢谢各位，谢谢，给您道喜就得了。太棒，大伙儿捧场，太棒了！那个金菊花奖这个啊，谁定的这奖啊？这金的没有这个奖，没有金的啊？什么金的呀？金的说错了，
金莲花奖，金花奖这个电影节什么呀？我这感冒到去火，这去火不去火？不去。金莲花奖，金莲花奖，对，在澳门得了个影帝，嗯，是太棒了，谢谢你。这一雪前耻啊，啊，嗯，我前面有什么耻啊？你是没什么耻，我不少耻。不是，没有没有啊，他们都鼓励我说拍了好多烂片啊，但是你看于老师拿影帝了，没有没有，对不对？同样一个于谦。在这个戏里就是烂片，在这儿就是影帝，你说他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哎嗨，他没问题，毛病就出在我这儿。您拍那电影也都挺长的。那是什么长管什么用的？会碰什么印象啊？嗯，您那天在后台一宣布，大伙儿我们后台又没想到您这俩钱花的值当了啊！什么叫花钱得的啊？啊，郭麒麟也在跟前了。嗯，我要努力。啊，这孩子，我一定，我也演戏了，我要当影帝，哎，真好啊！我就安慰他吧，我说好孩子啊，但是不要有压力。那倒是，记住了，郭麒麟啊，你觉得拿不拿影帝，你也是我儿子。嗯，好，别鼓掌，祝贺影帝，你也是我儿子。你等会儿，什么话？你把我都说里头了，你跟他不一样啊，多新鲜！哎，他是亲的啊，我是干的，是吗？一说一乐，可不是吗？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啊。高峰老师唱两句吧。嘿，好，谢谢大家。我不瞒您说，我打七点就等着这首了啊，我可开始了。你们等一等会儿，你知道你要唱什么啊？您出这个高老师，大家也都熟悉啊。之前跟于老师托妻献子，你们也听见了，哎，那都是真事改编。那是啊，说的，哎呦，你说的我怪害臊的。非常好。嗯，我师弟对来北京跟我们一块儿打拼到现在，是，哎，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哎呦，也不敢当。传统节目会了很多，那管什么呀？哎呦，太棒了，吓唬人也是好的啊。嗨，唬人来了。这个为什么相声说的这么好？原因是呢，有一个好师傅。这话不假，他师傅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谢谢您，等会儿，你夸了半天我师傅爱好者呀？怎么不叫爱好者吗？老艺术家啊，老艺术家，这老在家里有意思吗？意思干嘛？老艺术家啊，老艺术家，哎，他师傅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小二先生。对了，知道吗？王小二，王小几？不是王小几，张小乙，没张小乙下南京啊？不是名字，不是啊。我师父范振钰先生，您听这个宝贵的名字，哎，范振钰先生，对，犯了罪，镇压在监狱里，没有，您别胡批行吗？没有是吧？哎，就是范先生，哎，范先生的德艺高足，嗯，不敢当。现在他的老恩师已经去世了，嗯，但是他的遗孀呢还在我们这儿啊，这个遗孀，你不是遗孀吗？我不，他老伴比他还大三岁啊。你叫什么？我是徒弟，你是姨父子，姨父子，嗨，像话吗？你是姨父的，姨父的儿子啊？不是，您是胡批了啊！反正是唱的说的多好，哎，对，刚才在后台，你想我们说相声说的快一点了啊，大半夜快一点了，后台都躺下了啊，好睡了啊，后台睡觉，高老师嗷嗷来一嗓子，都坐起来了，嗯，好吓着了，太棒了，哎，唱了一句现代京剧，没错，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我练了十好几年了，我告诉你。来吧，高老师，就把这一句给大伙儿尝尝吧。我可开始了，还等什么？嗯，这个唱起来是这个。等会儿，吓我一跳，吓谁一跳啊？那个，我觉得我可以给您帮个忙。怎么个帮忙法？因为我呀感冒了，所以我要跟您一块儿唱。哦，嗯，好吧，这叫感冒咱一块唱，那当然了。俗话说得好啊，哪句啊？我唱完了，咱俩一块来。哎，好，这是个老话了。你听谁说的老话啊？这捧着您是没毛病。我唱前半拉，您接后半拉。那您起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哦，为什么？要不然我唱不痛快。罢了，是不是？乐队也走了，您高高起。乐队走我就踏实了。嗯，要学呢，要一要。等会儿，让你高点，你高点，高。我这个儿也就这样。嗨。那我们是知道的，那是不要紧的。我儿子高，嗯嗯，我俩儿子都是大高个儿。他说那谢金呢，他非得饶进一个去。要要再高点，也要你舍不得唱似的。要你高点，哎，这我求，我让他高点。我只劝您一句，这调不矮了。我知道啊，不低了一个。后边您唱的才高呢，这后边是翻八度唱，是到您那儿得翻上去唱，比他得高一倍。行，哎。不，你要跳舞是怎么着？他不是跳舞，但是告诉你，他看见木星了，看星了。他戴着 VR 眼镜了。他唱前头，我接后头，这里没您的事儿。我唱不上去，知道吗？今天好像您都生日快乐了，对不对？我得卖卖力气，让你呀小刀拉屁股，怎么讲？开开眼儿。
啊，那样，来来来，高点高点高点，太好了，摇一摇，再高点，摇，再涨一调，摇，再来来，摇，摇嗨。你怎么了？谁踩着你了似的？晚们来不了了啊！反正尽你所能吧。你该找谁找谁去吧。哎，反正我调高。腰一腰，可以了。这样可以。雪呢？嗯嗯。台山顶上。好，很自然。嚯！那儿啊，注意啊！啊，注意着呢。一轻松。行了，谁这谁跟你握手了？干嘛？要脸不要脸，还伸手跟人握手呢？今儿不你先跟我伸的手吗？我伸手那意思不是握手，那是。我告诉你们，别跟这煽动观众给你鼓掌了。谁煽动？人自个儿鼓的掌。哪儿啊？怎么样？唱多好？听见什么了？人家鼓掌，多好啊！哪儿好啊？嗯，哪儿不好啊？哪儿不好？净不好！您这打出来这，就大便干燥的腔，您这个。哎，您这要干嘛呀？我也让人提我这病，你知道吗？啊，还真有这病啊！我唱的不听哪儿怎么了？你认真听了吗？你废话，听认真没听见都，咱白费劲了，人没听见什么？不是他呀，没听见啊，他没听见什么？你看耳朵都震聋了，哎，太高了，太高了，是不是啊？我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太好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就是这个，穿，保持林海，嗯、哎、嗯。跨雪原，起冲！还有口技，霄汉。哎，注意啊，听着呢。霄汉呐、谢，京剧发源地，这儿啊啊，这儿京剧发源地，就这块地，就这就这点地儿，对，好，京剧打这儿出来的，怎么样？这回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唱的怎么样啊？非让我评价一下、啊？你看我们挺尊重您的。您，你瞧，啊，网络上有一个词儿，好像评价您这个说就挺准确，我觉得。哎呦，怎么形容啊？啊，说什么？听见您这唱，蛋疼。嗯、他这是夸我吗？凭什么夸你？你是不是下刀是拉歪了？哎，我特意我闭着眼拉的，我那是。高老师，咱们再唱一个。哎，对，我还上瘾了，就爱跟你合作，我也是这么想的。再来一个，嗯，钢管多瓷实，嗯嗯，对，这是武戏，哟，铁公鸡，哎，你唱吧，来吧，啊，哎，好嘞，走，我上哪儿去？我这什么戏啊？您这是？你早问呢，我忘了，没听说。再唱一个，我给你编一个，好吧？哎，太好了，《红灯记》哦，狱警传四郎好，我迈步出监，出监是我的，来，哎，彻底没声了，哎。哎呦嚯！好，好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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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底儿里头泥面，对，四十二号，你穿十一号，我穿四一的，嗯嗯，你穿多少号了？嗯，好嘛，我这卖鞋来了。唱不唱没关系，听不听没关系。我说你们倒是唱啊，还是捧这鞋呀？这个，这都挺好的，都有啊，都有，都有，像话。这唱，先说唱啊，这唱这回怎么样吧？你这唱了吗？就怎么样啊？渐入佳境，哪有佳境啊？嗯，我就这么说吧，啊，就您这玩意儿，甭说唱了啊，对，这要搁一馒头，狗都行。哎呀，等我拿馒头去。哎，回来回来，馒头多少侯爷吃的，哪有馒头？我跟您说啊，这一般人来不了这个，谁都能来，这玩意儿是吗？对了，甭说别人，你能来吗？谁都能来，我怎么不能来？那太好了，大伙儿掌声让他来这个。好，好，行。这玩意儿有什么可抬杠的？不出声，你是不是废话？于老师准备好了吗？啊问你呢。啊，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您喊嗓子吧。嗯，好啊。你吃了猫头鹰了是吧？行，再讲，是个调门吧？哎，你再高一点。哦，就反正尽你所能。你学我干嘛呀？来吧，这玩意儿，咱们现在开始了，来吧，身体不行，我唱完你接着啊，听您的，来，嗯，哎呀，开始了啊，嗯，一见公子到领进，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这还咳嗽成这样，来，please。It's your turn.
管理干得够的一马斯。他还真客气，太客气了。来来来，甭客气。你们的意思，以为我唱不上去呢是吗？哦，哎，怎么样？哎，我就是唱不上去。哎，不是搁一馒头狗都行吗？废话，可能是没有馒头。废话，你们这叫缺德，知道吗？怎么缺德呢？本身这段调门就高，对呀、啊，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啊，真正高的时候谁都唱不上去了。要不我是，还不如一病秧子呢。气人啊！你是才秧子呢，你、啊、我是爱起秧子。来、嗯，你唱前面，我给你接后头。还我起调门，对呀、啊，一点啊，听好吧。对呀、啊。还没唱呢，有什么可好的？给逮回去了。一见公主到灵间，不由着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真好。嗨，捧我干嘛呀？接着唱，太高了。你原来在宫里上班吗？好，别说这些废话，唱再来。站立宫阿门，将小凡。谢谢啊，哎，这一晃又是一年，马上就春节了，可不是吗？春节之后稍微歇一歇，就开始明年的演出了，就正常演出了。对，明年各种演出又开始了。嗯，明年好像是咱俩人合作一个整数，什么叫啊？我们俩合作算算多少年了？明年好像是啊，就算70年吧，好吧？不，70，好家伙！哎，明年钢丝节还是挺热闹的，是吧？8月底我们大船上啊，嗯，哎、船上钢丝节连着好几天、嗯、有啊，有郭德纲于谦啊，对啊，高峰栾云平，还有我呢，张鹤伦啊，什么孟鹤堂啊，郭麒麟呐、啊、嚯、哦、哎，这能卖钱的都装在这船上了，哎，船上全是我们演员、啊、对啊，相声专场，群口相声专场，单口相声，济公传专场，化妆相声专场，什么说说唱唱专场、哎、挺热闹，船上连吃带喝的哈，可、啊、你们可得意了啊！嘿，挺好。嗯，八月底上船啊！哎，明年还有各种各样的演出，反正挺好。我们也没有别的手艺，嗯，就是会说相声，承蒙各位衣食父母这么支持，是，咱们就好好干就是了啊！天也不早了，把今天参加演出的没有回家的那个年轻演员叫上来，哎，岁数大了我们都给送回去了啊！哎、出来跟大伙聊一聊啊！好、哦，哎。哎呀，很让人感动啊！孩子们给我端上一呼饼来，嗯，行了，够瞧的了。我带这玩意儿不好看，知道吗？来，柳，我就是一个圣诞老人呐。来吧，看门柳吧。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谢谢。行嘞，许个愿吧。谢谢吧，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啊。就是开场您就看出来了，老老少少台上都站满了啊。这到这会儿这个阶段呢，其实，谁的粉丝也都在现场。你们喜欢谁，让谁再单独。好，我听见了啊，我听。好。哦，嚯，爱听谁都有啊！好，梁九郎，你说的人不是我们这儿的吧？说为什么？哦，别着急，一个个来啊。没有，那都不在。有的回家了，有的回家，因为岁数太大了，我们就送回去了。像你们特别热爱的小鲜肉邓德勇先生啊，翟国强先生啊，因为都是每天晚上9:15必须要进入梦乡的。因为他是8:45吃干煸药啊，刚才在这儿吃完，我们给抬回去的啊。你们就可着台上有的吧，好吧？咱们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半夜下饭馆，有什么算什么啊，不能点菜啊。来，那个，哦，杨可冲啊，啊。杨可冲。那行，那从张鹤伦开始。给大伙儿唱两句吧，贺伦。好嘞。
谢谢大伙儿啊，给大伙儿来两句啊。怎么张鹤伦唱他走了呀？哎，别走，不唱了，玩会儿，别走。行了行了，待会儿人叫人去了，可以了，快来吧。好，好，来两句啊。听个观众说，哎，等会儿，哎，你唱这玩意儿都能播哈？应该行。你不要连累我啊！啊，听个观众说，相声得听德云社。听个观众说，张鹤伦你很不错。听个观众说，唱首小娟可以吗？又听个观众说，那是一首什么破歌？听个网络歌手说，怎么？听个网络歌手说，我一首烂歌火遍中国。听到相声演员说，那是我的五环之歌。听到于大爷说，拍戏不能潜规则。听到我师父说，那我还拍他干什么？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九郎啊！王九郎，王九郎，王九郎，九郎，九郎！怎么还有我呀，师傅？不知道，他们有人喊啊，还有客人喊啊。看杨九郎啊，唱，看看就得了啊。好，谢谢。哎，啊，不行不行，杨九郎，你们家的亲戚说不行啊，啊，不行啊，哎，那个杨九郎好帅，哎呀，孩子，我说你点什么好？哎，说什么都成是吧？啊，就是，这就各地的小吃啊，都不一样，你知道吗？啊，九郎，你要给大伙演一个什么吗？就是我是不是唱两句是吧？是刚才，啊。那个唱两句温柔好不好？哎呀，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的黎明。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谢谢各位啊，谢谢。嗯，这个我听出来了啊，杨九郎唱这个，也就是外国人说中国话前三名大赛有他啊。来吧，孟鹤堂，快来，快！一见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嚣房。张鹤行，来，张潘，我新收徒弟啊，都认识的，来自天津的张鹤行，他能唱，来唱一正经的给他们听听啊。好，好，师傅，嗯，我唱两句薛之谦的歌吧。好啊，好吧，谢谢。今天是我师傅生日，唱两句薛之谦给我师傅写的歌。哎呦，我的天，刚刚好，没有来往啊，来。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剩不多也不少，还能忘掉，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我在德云社真的挺好。谢谢谢谢贺行，谢谢啊。烧饼，快来给他们表演一个吃早饭。我们坐在马路上，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
我们坐在马路上，马路上我的生意将开张，不论你是男不论你是女，不论你是老头和少女，大家都来擦皮鞋擦皮鞋，你说亮不亮？双臂摆动，这个两块一说，这个黑鞋油白鞋油棕色什么鞋油都有。我很感慨啊，我还收了一个二人转的徒弟啊，祖师爷啊，我对不起你啊。来，这仨主持人过来，这三个是我那个小提琴门的徒弟，是吧？来，你们仨演一什么玩意儿？快点！今天的演出到此结束啊！演什么呀？演什么呀？一人唱一个，一人唱一个，就一人唱，唱一个。唱一个啊，还有红玫瑰。师傅说爱都太过沉重，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我的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我来行，唱两句唱两句。哎，不顶不顶，那是什么的？如果双臂不是那个，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行了，不唱了。给你留。给大家唱一个《Despacito》吧，好吧？别说漏了啊！别说漏了。Despacito, que lo respira lo cuer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e lo desnudaré de besos despacito. Fendo las zambalas de tu raba lindo. El sonido curva todo malo escrito. Que lo velo bailar tu pelo, que lo usar tu ritmo. Que le enseñas a mi boca.为什么你们乐了？是不是有人？快回来，快回来，干好主持这个工作，快快！师傅，唱的他妈什么玩意儿？这是。九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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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九零了。九零，什么五九？酒都凉了，就吃菜吧。清香草原广阔。快拿个筐来扣上点吧，是这是个妖孽，这是啊，张扬光可以了啊，问你们邓大爷药还有没有，给他点吃。陶阳来唱两句，儿子刚唱完，随便唱个什么，你看刚才的外国歌唱多好，唱个什么随便，什么都行。党亮啊，党亮啊，党亮，我跟郭麒麟一起唱吧。什么？这是啥玩意儿呢？刚才大家没听过。万丈阳光照耀你。我也来啊，来吧。唱什么呀？你唱吧，唱这个吧。什么？就唱党亮吧，唱两句。来吧，挡亮是吧？快来，我们俩快把这亮全挡上了，我跟你说，来吧，是彻底什么一点都看不见了，就挡亮啊！悔不该，再来，空嘞旷一贼嘞旷，悔不该，辕门来发笑，悔不该与色把香烧。关公犯罪，刘备也报，豪杰犯罪怎能够饶？小小回应速去报，就说老爷放了骨胶，七星剑把头烧，一腔热血燃正了跑，好汉英雄辜负了，汗马功劳一旦抛，江东桥前恩重义好，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飘。啊
岳云鹏啊，他躲到后头了啊。一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紧张特别害怕，因为我会的远远没有我师兄弟多，我就会五环之歌送青郎。送青郎可以。小妹妹送我的郎呀。好了，已经送走了，可以了啊。谁？刘晓婷啊。来，送哪个来？嗯，他就这个辈儿啊，来。哦，你们家亲戚是这几个人啊？啊，不是不是，来吧，唱一个，唱一个求佛吧，好吗？好。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运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来，邵小菊，来，在这儿学个岳云鹏，来。小妹妹送，可以了。这是一家子鸡贼呀、啊！这是啊，还有谁啊？关九海啊？谁？九成，九高九成啊！来，高九成，你们村来人了，快点！哎，我谢谢父老乡亲。对，来唱两句吧。唱一个，唱两句。哦，福太保啊，唱一这句。来，行行，可以，没事。对对旌旗空中飘，大太保压赛过文侯茂，二太保身来又略逃，三太保上山擒虎豹，四太保下海嫩斩蛟，五太保利用开山斧，六太保手持青龙偃月刀，七太保划桨阵奥妙，八太保手持丈八苗，九太保他霹雳双剑耍得好，压在过金属包，十太保双手能打火龙镖，十一太保虽然他年纪小，一过刀比一过高，哪怕那皇朝兵来到故与他枪对枪啊来哎哎刀对呀哎，我听完你，李鹤彪，李鹤彪，来来，彪彪彪，李鹤彪，李鹤彪。这个周九良的钥匙五分钟喝一回，啊，李鹤彪大伙都知道，彪子啊，啊，这是我们这儿的京剧创始人啊。京剧我就别唱了，他唱京剧唱死过人，唱死过人。京剧不唱，你唱什么呀？我有一首原创歌曲。不是，真的真的真的，这个词儿刚写出来，还没谱曲呢。大伙儿一起帮我打下节奏好吗？来，俺、啊、爸爸让我从小上学学的嘛，阿伯斯的阿佛格和一起喝了么呢？阿伯奇日斯特威武威新一字，阿伯斯的阿佛格和一起喝了么呢？阿伯奇日斯特威武威新一字。来，金明哥，金明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伙都认识啊！我唱嘛呀？您随便来两句，京东大鼓也是好的啊。添一块板吧？可以啊，可以。竹板这么一打，您各位仔细听，这头一次这个上台来，我的心里头打扑腾。这我想唱京剧，这嗓子更不行。我想是他说相声还说话嘴漏风，谢谢。好，还有没有了啊？曹鹤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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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病又犯了，又犯了，又犯了。来，小四的韩国阳，不是孙老师靠我肩膀都睡觉了。哎，有人喜欢你啊，来来点什么呀？就唱一句啊。哎，行。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来，少谢，少谢，少谢。来，大辈儿来了，硕果仅存的文字辈儿的大辈儿啊，来，那我唱一个那个京戏那个。好，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天之皇中成功老，站立在营门三军叫，大小二郎听根苗，头痛额骨斩烦躁，二筒额骨进斩袍，三筒额骨刀持鞘，四筒额骨把兵叫，向前国国举腰上，退后难免的吃一刀，三军与衙也归营汉。谢谢少谢。这个哎，小月，小月，你看看还剩谁合适，你们把他请过来就得了。我觉得吧，时间到这儿了，我觉得于老师。这个民心所向啊，拦不住了。那个这么多人都唱了，哎，就不唱了，让留，还有好些人没表演。我跟郭老师有个约定，从去年的咱们五棵松体育馆那次师徒父子专场以后，我们哥俩有个他说除了封箱其他不唱了。对，但是今天是我师父的生日。哎呀，哎呀，就别麻烦你谦儿大爷了。好吧，哎哎哎，我刚要说影帝，他给拦下来。别去了，我真什么准备都没有，都忘了。猫叫他肯定不会唱的。猫叫他不会唱的啊，学个别的叫也行啊。来，花房姑娘，花房姑娘啊，花房姑娘，花房姑娘，我说实话，这好长时间不唱，还真有点猛住了哈。嗯，没事没事，他们说没事没事。这个。花房姑娘，头一句怎么唱来了？我啊，我唱花房姑娘唱几句好吗？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递进气象是给我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谢谢于老师，谢谢啊，您生日快乐。得嘞，谢谢师哥，得嘞得嘞，来吧，咱们一块儿唱个大西厢吧，往前站，来来。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哎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啊，哎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呀，桃花店前出美酒啊，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哎呀，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哎
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哎哎哎呀，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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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给大家拜年啦，放说了己亥年封箱演出到此结束，我们开箱见。这世界很酷。